上来，弟弟，上来。鞋，脱鞋。把鞋脱了吧。妈妈说贝贝很小。贝贝刚从妈妈肚子里边出来，所以很小，是不是？他怎么出来呀？抱他吗？来，慢一点啊。是豆里吗？是豆里。豆里，他的名是什么？他叫豆里。豆里，他的名。哦，兔咪咪宝宝。哦。露露来，露露来。露露，给你亲嘴。一起给你。哦，露露是小哥哥是吗？露露是哥哥。为什么不是这个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妈妈在医院打针，妈妈打针。